早晨大家好，今天由世纪也与田地产 Judy 为大家介绍一个大埔太和区市中心的私人屋苑翠林阁。这个单位是三房一套的单位，实用面积是637尺。好，带大家看一看个客厅先。左手边是一个饭厅，有窗，客厅望出去是一个很开扬的远景，望到太湖花园。带大家看一看房间，现在房间非常之市正，望出去和客厅的景观是一样。另一间比较大的厨房非常之实用，有两边窗都是镂空，可以摆放5×6的大床，旁边也可以摆放一个衣柜。这边望出去是翠怡花园，主人房，这个是主人的套厕，采用企缸，有窗，空气流通。间隔也都很市正，很实用，也都可以摆放5×6的大床，旁边亦都可以摆放衣柜。主人房望出去个景观属于东南向，隔篱就是清泉雅居，亦都可以望到翠怡花园。对面就是太和火车站，由单位行过去只需要5至6分钟，非常方便。这个是客厕，亦都是采用企缸，旁边亦都可以摆放杂物，亦都有窗，空气流通。最后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厨房，厨房呢业主亦都提供一个雪柜，有煮食炉、抽油烟机，亦都好大个厨房。好啦，翠林阁呢个单位业主意向系放租，有兴趣嘅朋友请向世纪也与田地产查询，多谢。